同学们好啊。李二园长好。李二园长，今天有准备什么节目吗？你问上点了，看我这身特别的打扮，有没有觉得 hippo 里带点萌？好痛！喂，我可是为了今天特地打扮的，怎么就这个反应？那和今天有什么关系吗？呵呵，今天的我大发慈悲，决定放假，决定带你们去参观校园一角。切，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呢，浪费心情。就是园长这个大冬瓜，怎么就骂起人来了？喂，其实我是逗你们玩的。今天我要带你们去游乐园。哇，园长大人，但别高兴得太早啊！难道又是耍我们的吗？不会，只是有个小游戏而已。什么游戏？尽管来，我可是游戏之王。只是普通的捉迷藏，不过很刺激。捉迷藏还有什么刺激的？我做鬼，谁让我抓到，作业翻三倍。翻三倍，不去行不行？不行，票都买好了，不许浪费。啊！小一同学，往哪跑？啊！我才玩了独过山车，还没玩够呢。那你跑快点，跑不过我就给你。天醒。不是你们教我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吗？院长，你这是非君子所为。对付你们这些小孩子，能动手的尽量少说话，别忘了交作业。啊，院长这个坏蛋。小江江同学，送你一份礼物要不要？哦，是糖吗？我归你的气球。我才不要。可是他好像很喜欢你哎。讨厌，人家还没玩够呢。那就回家作业玩去吧。小风风同学，我来喽。园长，我刚才看见你在吹气球，突然诗意大发，你要听吗？哦，没想到小风还会作诗，说来听听。锄禾日当午，地雷埋下多。园长走过去，炸成250。你才250呢，小风风，你给我等着。小季森找到你了。园长，我游戏还没通关呢。我这关你还没过呢。园长，我可看出来了，你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增加作业量的。小季森，有一次小明终于答对了老师问题，却被杀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有仇？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二百五同学，我建议你下次换一个大一点的草丛。